陆松，你想没想到，这些证据材料一旦递上去，会产生什么后果？要想确定我师父到底是不是九州毒品网络的供货人，需要省厅成立专案组来调查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你这个做法。我觉得那不重要。 师傅也曾告诉过我，警察只需对真相负责。罗松，你师傅的事儿，我跟省里汇报了，省厅领导非常重视，决定异地调警成立专案组。鉴于情况复杂，专案组没有正式公布之前，你要严格的保密。另外。 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陆队，哎，怎么样？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，颈部多处刺伤，死因很可能是动脉破裂导致的失血过多。从血迹的喷溅方向看。 受害人倒下后，凶手还补了几刀，应该是确保没有生命体征后才走。李东呢？哎，刚还在这儿呢。李东，哎，哎，妈，四本书咱确认了。确认了，那老太太叫李淑芬，32年前呢是印刷厂职工，后来下岗了，就在这片收垃圾。这服务员都熟，心眼不错，经常喂养这个流浪小猫小狗。